新人说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有一位精美的白衣剑客，为了救一名女子，一人之力打败了龟兹数万大军呢。只可惜，不知道那名剑客和女子现在都去了哪里。而在不远处的楼兰城阙，依旧黄沙飞扬，隐约勾勒出的轮廓之下，仿佛掩藏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别跟着我，我已经无处可去。那我给你一个可以跟着我的理由，你可愿意喊我一声师父？啊，师父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这样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着我，曼莎。身披了凛冽风沙，划过大漠的刀疤，又牵着奢望长下，无过归家。你池边凋谢白花，我这下半朵月牙，这天下好大可惜都